快下载神武四，来玩就送孙悟空。神武四邀你收看古董集中集二。要不是看在你爷爷的份上，我在这儿就拆了。拿着。缺角大吉通宝吗？你小子还挺识货。这枚古权珍品怎么会在您手上？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这可是代鹤仙祖上的东西，你拿好了，只有拿着它，才能救出爷爷。这代鹤仙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他就是个神经病。戴鹤轩在解放初期是文物局的技术骨干，本名戴小平，小年轻的一个，谈不上什么鉴定水平，但精通摄影。清明上河图的那套高清鉴定照片就是出自他手。不过这个人有个毛病，喜欢到处沾花惹草，连着出了几回事，文物局的领导只得把他调回原籍，在南京窝着。在后来的古董界的风波里，戴鹤轩一直是悄无声息，到了最近几年，他摇身一变，居然成了一位国学大师，到处开讲座，很受欢迎。后来戴鹤轩宣称从《黄帝内经》考证出一套戴氏气功，不仅可以延年益寿，甚至还能开发出人体特异功能，一下子就火了起来。戴鹤轩是个精明的人，这个东西不一定能打动他，你要随机应变。我明白了。啊，对了，黄老，正好您在，我有样东西要给您。这是有人托我带给您的。谁？梅苏兰。你怎么认识他？算是机缘巧合吧。黄老，您跟他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事儿你不用管，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把燕燕给我救出来。黄老，酒店环境优美，交通还非常的便利，交通方便，环境优美，啊！不用，哎，下车，下车。先生，上车看看吧，快，跟着乡镇上车。师傅，前面左转，拐弯了，跟紧点。你是干什么呢？要不换台车吧，我可不惹这麻烦。警察办案。警察不穿制服吗？我是便衣。慢点啊，别落他们太远。我能问一下，前面那个犯了什么事儿吗？问那么多干什么？跟着就行了。他不会有武器吧？放心吧，我会保证你安全。又拐了。
为人民服务，不要钱。这是人民谢谢你的，谢谢贾同志。来一个桂花山药，再来一个笋干烧肉。哦，好的。就这些，完了快点。饿了吧？坐下吃点。包包给我。放心吧，包就在这儿呢。我没动。你追了我这么半天才追上，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？你不是一直要抓我吗？我现在没那闲工夫。那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抢你包啊？你甭废话，有屁就赶紧放，我没时间跟你这瞎逗闷子。咱们兄弟那么长时间没见面了，上次见面还打了一架，就不能坐下来吃顿饭，联络联络感情，顺便聊一聊老朝奉的事儿。要不然，你他妈真是无药可救了。怎么着，光天化日之下的，你还想绑架？你们几个人是来捧他的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不认识他，跟我没关系。跟你俩都有关系。喜欢河边等我，有壮士跟你说。闪开！快走！打！等我，你快出来！再不出来我就被你打死了！龙王，你下一次能不能够早点出来？给我谢谢小白啊！滚蛋！问清楚哪个道的了吗？我说，白仁天，陈先生。没看出来啊，你逃跑的速度不比我慢。你这是演哪出呢？瞧你这话说的，再怎么说哥们儿刚刚也救了你一回啊。刚才那些是什么人啊？不是来绑你的人吗？你甭废话，你这么快就把他们给搞定了？这么快？你是没看见刚才哥们儿为你挨了多少揍？还好小白他们来了，我才能脱身来见你。小白？啊，也是老朝奉的人，跟我不怎么对付。没办法，哥们儿太优秀，总是招人嫉妒。那既然有人来救你，就说明你们早就知道了呀。那那些人是冲你来的吧？准确的说，他们是冲着咱俩来的，是咱俩共同的敌人。这事儿我跟你说不清楚，但是自然
有人跟你说得清楚。接电话吧。谁啊？你做梦都想见的人。喂。谁？老朝奉啊。还意外吗？你还敢打电话来啊？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我刚才从月宫开炮的，那时的弄的是怎么样的？你小子头脑还可以，可就是这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执拗性子，跟你爷爷一模一样。这种性子万一被人耗出了来，可是要吃大亏的。你是胜券在握了，打电话过来奚落我是吗？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。你敢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？这次针对你和母爱的天堂不是我干的。好，不是你干的。我跟你一样都是受害者。你是受害者？那我问你，大眼贼的赝品是不是你做的？是。那盐山川家的地址是不是你让要不然搞的花招？是。镇远运输还有成绩村是不是你的产业？是。素姐是不是你非法拘禁的？也是。那你还敢说这事儿不是你做的？成绩村我经营多年，梅子兰也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大国手，这么一曝光，这条线上的人全没了。武汉刀手灭顶之灾，我要和尚不是的。这次是武夫另有其人，他的目标不止胜败，还有我。行了，你不用那么多废话了。你就说你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到底想干什么？前些刘一鸣也看出来了，唯一能破解的人就是你。我让小爷过来南京帮你，就是想和你联手把体面给扳回来。哼，我听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帮你火中取栗是吗？你可以做什么发财，总不能坐视武脉的产业关张吧？虽然许家已经离开武脉，但那么多经营多年的老店，最后因为你倒闭，许一成再提。你少提我爷爷！我知道你心里过不去这关，没关系，我送你个礼物，让你师出有名。怎么样，聊得如何？放心吧，咱兄弟俩合作，别说百瑞莲了，千瑞莲都能给他揉碎喽。没想到吧，你一直被百瑞莲还有钟爱华耍得团团转。你想想，你是怎么找到盐山川他家的，又是怎么跟钟爱华跑到成绩去的？这一步一步全是他们给你设的套啊。现在你能跟我讲讲来南京干什么了吧？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。哎，咱俩都决定合作了，不得互通有无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要跟你合作了？别再让我看见你。我知道你还要做的思想斗争，想好了来找我啊，名片塞你兜里了。一直被百瑞莲还有钟爱华耍得团团转，你想想，
你是怎么找到严山川他家的？又是怎么跟钟爱华跑到城际去的？这一步一步全是他们给你设的套。这上帅，主要是他。那你说说，这事儿是谁做的？谁得利最多，谁嫌疑最大？你的意思是，百瑞莲？以百瑞莲为首的另几家大牌牌号，一直在谋求介入中国内地市场。对他们来说，谁最安全？五脉的改革，一定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，也会触碰到一些事。我们整个古董界会有一次大的洗牌。此事若是慢慢过去，我就明天上面。先生您好，您的东西。这谁给我的？有人放在前台指名给您的。钟爱华，你小子还敢给我打电话呀？东西收到了吗？哼，这是你送过来的。我仅代表香港百瑞莲集团献上一点心意，希望您能笑纳。什么意思啊？想收买我？您先别着急，我还没说完。我们百瑞莲集团殷切期待您的加入。只要您愿意合作，别说钱，他日百瑞莲在内地开放的所有拍卖行，您可以自由的管理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不必了。我劝你啊，好好保重你自己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谢谢您的关心，不过徐老师，五脉都火烧眉毛了，您不帮忙反而跑到南京来，您不会是想另辟蹊径，绝处求生吧？哼，百瑞莲那么神通广大，设了那么大一个局引我上钩，五脉都已经被置于死地了，我还有什么能耐绝地反击啊？手段是狠了点，不过也没办法，市场就这么大，要是不一举击垮五脉和老朝奉，我们百瑞莲怎么进军内地市场啊？有一名高分头拍卖行，意图把持国内古董交易大盘，虽然只差两家，与其出事了后快的严重令，只要刀法老五脉，中国本土拍卖行就形不成气候。刀法了我，中国地下赝品交易也会给他们把持，到那个时候阴阳两道全部变质，国家这一片金山银山就成了他们的后花园，殖民地了。徐老师，我是真的很尊敬您，所以我三番五次提醒过您，可您就是不听。这么说吧，五脉大势已去，我衷心的希望能与您一起指点江山，挥斥方遒。百瑞莲的大门随时向您敞开，前提是您得告诉我您来南京干什么。
我来南京吃咸水鸭呀。您可别逗我了，您是来南京找戴鹤轩的吧？谁是戴鹤轩？您就别藏着掖着了，我不仅知道您来南京干什么，我还知道您一定会去找戴鹤轩，我甚至知道您找戴鹤轩干什么。是吗？那我找他干什么呀？都说出来就没意思了。无论如何，毕竟我这么敬重您，我对您的承诺永久有效。五脉势必走向灭亡，可我不希望我敬重人随时代一起消失。齐老师，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了。真是奇了怪了，这是哪方贵客深夜造访啊？久闻戴大师鼎鼎大名，今日有幸得见，实属钟某三生有幸。随便坐吧。所以说这一切全都是百瑞莲搞的鬼，那你答应老朝风了？说实话，我现在谁都不敢相信。虽然你和要不然在一起准没什么好事，但是这次咱确实得需要他的帮助。你想当初你爷爷为了保护国宝，不也是得和坏人合作，甚至不惜被污蔑成为汉奸？不过只要咱骨子里坚持的是正道，那就不惧艰险。把手松开。你放心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会让戴鹤轩这个人渣尽快撤诉的。你也不用太担心我，我这什么都好。办好你自己的事儿，这才是你该做的。哟，来了兄弟，好久不见啊！我说跟你一起对付百瑞林，可没说要跟你重归于好。等这事儿结束以后，我还是不会放过你和老朝风的。哎，你别一来就吓唬我行吗？我知道你是打假英雄嘛。你选这么一个招摇的地儿见面，不怕警察来逮你啊？最近跑来跑去都没时间喝咖啡。你看这地儿环境真不错，今儿算我的，我请你。哎，嫣嫣怎么样？特别想跟你去看她，
只不过我真把它拆了。我哼，你这么想是对的。跟我讲讲戴鹤轩吧，什么情况？你怎么知道戴鹤轩的？哥们儿是做了功课的。也对，有什么是你和老朝奉不知道的呀？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，还问我干什么呀？我知道你对我心有不满，但是你别忘了，现在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你知道什么就别瞒着我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一直很纳闷，这两幅清明上河图迟早是要拿出来对质，这么紧张的时间下，刘老爷子把你派到南京来，肯定不只是为了救嫣嫣吧？你找戴鹤轩肯定还有其他事儿，而且是大事儿，没错吧？没错。这就对了嘛，咱们站在同一阵线上，你就应该对我知无不言。这戴鹤轩肯定是跟清明上河图有关吧？刘老爷子只是让我来找他，但是具体找什么我也不知道。不可能，这根本就不是刘老爷子的风格，你别蒙我了。你爱信不信。行，我信你还不行吗？来吧，喝完这杯咖啡，我带你去会一会这气功大师戴鹤轩。你知道他住哪儿吗？开玩笑，哥们儿不做足了功课，配得上和你合作吗？环境可真不赖啊！本来这是一座疗养院，改制之后呢，就被戴鹤轩给盘下来了。看来这气功大师这些年是没少捞啊。你也甭羡慕，反正你们也算是同行。只要你不被逮起来抢子儿，你也会有这么一天。我谢谢你的美好祝愿，哥们儿干什么了就挨抢子儿？两位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是中华剑谷研究学会的，找戴老师有事要谈。那二位有预约吗？没有预约。那不行，老师正在里边会客，还请二位回去预约了之后再来。是这样，哥们儿，我们都大老远来的，麻烦帮帮忙。这不行，我们有规定，不行就是不行。就帮个忙。行了行了，你是有钱没地儿搁了是吧？你去说一声，就说我们是五脉黄家人。五脉黄家人，你们还有脸来？赶紧走，我们老师不会见你的。你怎么说话？今天你们是见也得见，不见也得见。你干嘛？两位同修，老师早就算到今日有课登门，让他们进来吧。二位，请。二位请稍坐，老师马上就来。切，装什么？对呀，还说算到我们俩来了，说的我差点都信了。他要是真能算，怎么没算到黄大小姐要给他开瓢呢？待会儿你别自作主张，一切听我安排，别碍事儿。行，等会儿我就听您吩咐。他这气功一看就扯淡，这太极宋代才有，跟皇帝有什么关系？把神秘学的东西整合组装在一块儿，这就是江湖骗子惯用的手段。他充其量就是个低级骗子。还是你们这些高级骗子了解骗子的心理啊。关我什么事儿？王老板，这一周啊，您要严格的按照我的口诀来练习，以清除体内的毒素。下一周呢，我会请您跟莫老板一起吃饭，
因为有一件稀世的珍宝啊，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品鉴一下。戴老师的珍宝一定错不了，改天我一定好好开开眼。那就恕不远送了。好的，戴老师，再见。再见。今天早上我心血来潮啊，我突发奇想，我占卜了一卦，未济卦，有客远方来，二位皆是客呀，所以我不敢不敬乡名。上茶。哎呀，啊，老师，我的老毛病又犯了，需要按时服药。雕虫小技而已。戴老师，您说的没错，这有病啊，就是得按时吃药。正好我也对易经略知一二，这未济卦是狐狸过河打湿了尾巴，此事未完待续。怎么这就什么时候给变成有朋自远方来了呢？您记错了吧？是吗？喝茶。你们二位来是为黄小姐求情的吧？没错，我们希望你能撤回诉讼。这《黄帝内宫》了解过吗？这《黄帝内宫》是在下倾几十年的精力和心血苦读《黄帝内经》而创建的一种功法，延年益寿，去病强身，大开天眼，开发人类隐藏着的特异功能。特别是他练的不是身体，是一种意境，最为讲求的就是心平气和，有怨不积，有恨不累，海阔天空，才能够海纳百川。跟你们说这些个干什么？在下修行多年，早已远离了俗世的恩怨。太好了，您这境界真值得我们年轻人好好学习。既然您都海纳百川了，那就别跟小姑娘一般见识了，这事儿就算了。戴老师，我的要求很简单，黄小姐必须当众给我赔礼道歉。至于说赔偿嘛，区区一个如此不值什么钱，吴麦能够赔得起。戴老师啊，妍妍的脾气呢是有点急，我想你们俩可能都误会对方了，他还年轻，您多多包涵。不是，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好色的登徒子！我告诉你们，黄帝内功是可以穿越宇宙的，就是亲授弟子，我也不可能轻易的外让。我看他是故人的孙女，于是乎决定亲授其大道开悟。不曾想他非但不领情，还动手打了我。戴老师，那既然您也说了，
您跟刘老和黄老都是故交，所以看在他们二老的面子上，您就高抬贵手，行吗？我差一点被他打碎了脑盖，我破了相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有什么面子？既然你们连道歉都不允，那就有什么别的补救方法？若是没有的话，不要在这里耽误时间了，离开这里。邓老师，你等一下。不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补偿您的损失？缺角大旗通跑，这皇家无愧为五脉一支啊，底蕴丰厚。缺角通跑在古权界已经被寻找了几十年，没有想到一直握在黄老手中。怎么样，汝司传世足有七十多件，这大旗通跑只有两枚，物以稀为贵，足够可以抵偿你了吧？年轻人，黄老没有跟你提籍贯，我的籍贯是杭州，黛西即是我的先祖，缺角大旗通宝乃我代家之物。我代家先祖无意中得到了这枚大旗通宝，经再三确认，确定这是仅存于世的两枚中之一枚，我家先祖为防意外均以拓印之物向外人展示，那真品绝不轻易示人。咸丰十年，太平天国攻陷了杭州，万千古物十不存一，黛西覆水而死，原本就是代价之物，所以不能算作抵债，只能算作物归原主。古董界的规矩您不知道吗？没人能对一件古董拥有无限所有权，就算它曾经是您的传家之宝，但是它中道失传，现在应该也跟您家没有半点关系了。黛西赴死，黛家家道中落，缺角大旗通宝失去了下落，我一直叮嘱黄老在市场上密切注视他的动静，以尽早的还代家以夙愿。我曾想黄老早就完成了这样夙愿，我但愿他归还的是代家的真实遗物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意思你还得验验货呀？当然，放大镜。真是奇了怪了，这黄老爷子是欺负我，没有酒在，古董界混了吧？我用一枚赝品来考一考我的眼力。路那么远，脸色不要这么难看，山水并不危险，这人心才是狂澜，遇见不早不晚，似乎他总是有点酸，话别说慢，能不能留一点悬念，转来回转，天色好像越来越暗，真假总难辨，乱心中那双明眼，哪怕有去无返，偏方自会有答案，哦，别说
满